哎哎哎！我怎么听着像是打情骂俏的故事呢？打你妹！哎哎哎！你们快看，咱们在三亚的事儿被人爆出来了。 这谁啊？著名的情感博主啊，今夜姐不约，你看看，他怎么可能会知道我的事儿啊？那谁知道呢？哎呦，这评论追的还挺快啊，3000多条了。哎哎，我看这评论还有说要开始人肉了。哎，怎么肉？我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谁啊？107吗？找错了，在楼上。 还说不怕呢，吓成什么样？去你！他怎么可能是这样？我不相信。我也不相信啊。但是你看，这不约姐的微博发的信息，都说得很清楚嘛。上个礼拜，三亚，总工程师，除了那个已婚。 不明显，那其他什么不是在说咱们老大？啊，我反正不信。哎，你看这句啊，色胆包天，在公司里公开骚扰，这不就说的那是？哎，我说呢，这徐总和咱老大一直不对付，这根儿啊，就出在这儿呢。他俩在三亚，就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应该是。 重点是，你说他俩谁睡的谁呀？这都不好说。咱们老大可不是这么主动的人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呀，可能是徐总啊，他先主动的。咱们老大就顺其自然呗，对吧？这下子完了之后，这徐总就受伤了。这女人啊，受伤之后是最可怕的动物，万一流血不死的，是不是？刘姐。 我看你们想象力挺丰富啊！敲代码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们有这么多想法啊？我们就随便聊聊。咱们 A 组的七个组员，七龙珠组合，我都把你们当兄弟，所以我希望跟你们坦诚相待。刚才你们在微博上看到那个东西是真的。 一部分啊，但是现在开始，不管他怎么想，这场仗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不会认输？这场战斗，你们愿意站在我的身边吗？愿意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不能迟到早退，还有任何的动摇，因为现在开始，这里，它不是公司，而是一个战场。 这段话说的可真精彩。你说的话也是我想说的话。你的微博更精彩。什么微博？演技派，工作了啊。说我微博更精彩，他什么意思啊？ 倩倩，微博删掉啊？为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现在评论和转发都过万了？所有人都在猜这个人间极品渣是谁？倩倩，我跟你讲啊，这只是我们工作上的就事论事儿。再说那些事儿，都不应该再提了呀。那怎么行呢？我现在突然删掉，算怎么回事儿啊？我不和我的粉丝交代啊，我不要面子的。可是这是我的事吗？
这个事儿呢，你放心，是我的个人行为，和你也没关系啊。再说我也没指名道姓，对不对？我呢，只是想抒发一下对这种男人的憎恶，顺便给他施施压。你这菩萨心肠就给我收一收，老娘替你伸张正义，听到没？不说了啊，拜拜拜拜。哎呀！ 这个颜色不错啊，你试试看吧。院长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你就换。院长，刚刚有个顾客跳来跳去，也不知道要什么，动不动还蹦几句法语，我实在搞不定了。法语？那您觉得这款呢？我不想要这么烂漫的，我想要更经典一点的。啊。Grazie, Gibbon。 想不到过了2000年女友风云，让我也撞上了。小飞，哎，Yuki 姐，小优怎么样？哎，小优很优秀。 面试通过了，太好了！我跟你讲啊，你那见义勇为的劲儿啊，多多用在工作上，知道了吗 ？Yes, madam. 哎，我会巡演深夜，浪漫气氛，加油！你秀发清香，撩动我心。